中兴大学是国内啊，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型大学。以我们台湾在高等教育发展过去的一个历史来看，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可以跟世界的这些一流大学啊并驾齐驱。我们唯一感到比较遗憾的是，中兴大学还没有医学院，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对中兴大学未来下一个100年要走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很早就体会到我们的规模不大，所以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做，因为我们只有这个医学、工程跟管理三个学院，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走一个跨领域的方式，从我们三个学院之间的合作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个力量。董事会特别重视我们的全人教育，也就是学生的素质的培养，在他们的专业学习之外，他们的素质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是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我们在顶尖大学的计划当中是唯一的私立学校，我们在各项的评鉴中间都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跟国际的顶尖学校、跟亚洲的顶尖学校建立了双联学位，在求学的过程中间就应该养成他们的国际观，因为他们将来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所谓的农业不是再像过去的这样看天吃饭，我们讲精准农业，它有很多的感测器，它要跟我们天上的卫星来做一个连结。所以屏东科技大学现在就是在把很多不同的科技呢做一个整合，这个对未来从事农业或者是相关的研究都有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一个面向。你有机会来屏东科技大学看一看的话，就会发觉其实在这边是海阔天空，绝对不是过去的农夫。